香港有个玻璃活，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印度人，在香港做一个演员，外表印度，内里地道的本土角色。印度人不吃香料呢就不是印度人了，很喜欢吃地道香港的咖喱，咖喱茶餐厅，茶餐厅那些。有颜值兼有实力的激情演技，小到大都想做演员的，演员在香港做好难，我都未放弃，为什么现在先去放弃呢？我们都是香港人，星期六晚8点 Feel TV。